天王木村拓哉以及老婆工藤静香和两个女儿都是艺人，可谓是日本娱乐圈里最著名的明星家庭。不过他们私下生活非常低调简朴。今天有一名网友晒出偶遇天王一家人遛狗的照片，该名网友表示，当天他带着小孩外出，意外看见有人在遛狗，起初自己并没有在意，直到木村拓哉等人过马路时，网友发现他们狗狗和木村家的宠物是同个品种，随后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竟真的遇到偶像了。该名网友遗憾地表示，当天自己的样子相当狼狈，而且以往爱狗的女儿看到狗狗都会吵着要摸，结果这次竟然只顾着看路上的车，因此错过了和偶像打招呼的机会。所幸回过神之后，他仍成功拍下木村一家人的背影。不过同时他也提醒大家，偷拍这个行为在日本是非常不礼貌的，所以还是尽量避免做出这种事情。Bye.